怎么了？不一样了。你把车钥匙给干什么呀？我。我去车里拿点吃的。刚看见阿和捧了把米上去，估计是要做早饭。我们在这住，也不能占别人便宜吧。没事儿，我去吧。凌乱没？你别磨叽了，你赶紧去拿东西，还要做饭呢。最多，我帮你一块结了。就这一次。早啊！今天怕是要起沙尘暴啊！起沙尘暴不正常吗？东哥，西姐，快来！今天怕是跟往日不同啊！这沙土人干的吧？应该是。上面都是手印，机器盖上也是。咬成这样也算是嘴下留情了。车上有只备胎，那就还有三只能用。